谢谢。林总，你还好吗？你也太折磨您自己了。嫂子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您节哀吧。林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别让我们担心了。您真的没事吗，林总？您说句话好吗？谢谢你为公司做过的贡献，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下一个，您别喝酒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然您就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我去给你买些吃的。
那我们今天，妈咪芊芊，今天等一下来接我们呢？我们来了。等一下来接我们呢？啊？你来了？最近在忙什么？我都没有你的消息啊。我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事儿啊？什么样的公司啊？广告公司。广告公司？跟林怡轩一样的广告公司。怎么会？林怡轩把他的广告公司送给我了，当做这么多年对你伤害的赔偿。不算多吧。别瞪我，我知道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。别着急，以后你就都知道了。放心，林一轩现在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我敢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们俩见面的机会多着呢。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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